我一个月5000八怎么买？你又存款呀、啊？月薪不重要，存款才重要，知道吧？谢谢大家送的灯牌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没有入灯牌的可以入入灯牌。没有啊？那你刚打电话是啥子？是人是鬼？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那就是眼子啊。那不就是眼子？我要回家做我爸的思想工作，不是，重点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做思想工作就能买的。懂不懂？不是说你做你爸的思想工作就能买的，他要是没钱，你就把他逼的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们喜欢我们的车的话，都可以关注一下。就大家如果说是实力不够没关系，关注一下，点点赞啊，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有实力的朋友，让你有实力的朋友进我们直播间买也可以，好吧？进我直播间买也可以，这个迈凯伦 GT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跟你聊天记录，你之前跟我留过联系方式，你这个联系方式加不了，是搜不到对吧？你这个联系方式搜不到，加不了，我看了一下，你之前跟我留过的，对，而且后台也跟你留了言，不知道你是啥情况，怎么可能？我说你之前给我留过联系方式，加不了，刚刚看了一下。五个猪不是四个猪，五个猪。这个猪20块钱一个，肯定要带回来啊，不能好似别人。那五个。啊，我给不了你我的 VR，我给不了你我的，我给不了你我的。你加我的话，我加不了，我这边不加客户啊，所有客户我都不加的，你要不就是你去，你要不就来店里面本人，加我本人，要不然就是去，你先报名折赛，然后到折赛那边当面加，加不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五个猪，五个猪。这个猪20块钱一个买的。这绝对得放在店里面，要等着它气消了才丢，要不然血亏，是不是？要不然血亏。主要是前天晚上买的，到今天，也就只过了24个小时，它就没气了，真是坑呐！对呀，说了粉丝过来送一个，都不那个呀。是啊，说了粉丝过来送的话，都不那个呀。这个气球好可爱，对呀、啊，小强，我们那天在外面买的，然后我们说粉丝过来合影就送一个，然后冒着一个粉丝过来合影就很奇怪，每天在直播间唠的呼呼神，说要过来合影，要过来合影又不来，气死我，气死我，没点关注的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加了什么交钱？就是你要加我同事的联系方式，然后要把公司的账号给你，打7800，报名浙江赛道，打7800报名浙江赛道啊，就是把我们公司的账户发给你，你要打7800报名我们那个浙江赛道的那个活动，现实唯唯诺诺，网上重拳出击。对，就是在网上说的非非神，就蛮多人在直播间每天跟我说，说的非非神，要过来找我呀，要过来合影呀，都不来。我买了5个气球，本来说送粉丝，一个送不出去，因为没一个粉丝过来找我。所以说这些人就是每天在网上说说，我都不相信了，真的以后都不信。害我们还花100块钱买了5个气球，这一个气球20块钱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，以后再也不相信。再也不相信。
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哦，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哦，没点赞的可以点点赞哦。嗯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，没点赞可以点点赞。然后想问车的一些配置、价格、优惠，都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来咨询了解啊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车的配置、价格、优惠，都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来咨询了解。嗯，嗨，看看看，我。本来我就没打算相信，我也从来不相信。嗯，你爱啥？来啥？嗯，你们如果说想试驾啊，想试驾我们车。想问车的配置、价格、优惠，都可以点右下角的小风车来咨询了解。紧张了，激动了，不紧张，不激动，好吧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激动啊。嗯